今天我去买物件的时候，我看到王健徛伫书柜区头前徛足久的。这又我想到我细汉的时候嘛是安尼，因为处理的关系，我看到我家的物件，我嘛实在伫遐轻轻上尔。如今家己做老爸啊，我向感觉足有感触。走，我不买。走，我不买。我你妈体会一下恁爸较早的心情。